身上给你看一下，它是我现在穿的是灰吧，对不对？对，灰色穿是灰，然后小雨穿是黑，是黑。然后它的长度就是一个五分的长度，然后很弹性非常非常大，这可以穿多大？这个好像穿到L 都没有问题 ，L L 都可以，到 L 号到 L 号。它就是短裤版的鲨鱼裤，等一下我们会再脱下来跟你们介绍。这可以穿到什么吗？这个吗？我看一下，好像不太行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可能我觉得六七个月比较舒服，对，比较舒服。对，六七个月比较舒服。虽然它有弹性，但是怕你们预期到后期会不舒服。好，当然是裤子，对，就是裤子。你看脱下来，其实它弹力真的非常大，它可以穿到 L 号，然后初级产后的妈妈比较适合，也初级产后的妈妈。好吧，你如果是孕妇，你就是去再去我们官网买阿朱玛的内搭裤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孕妇的话，它还有专门这种胶，穿起来会比较舒服。对，说真的，这个是建议初级产后，比如说你有小腹的妈妈，对，可以穿这个。所以说产后肚子都比较松的，因为我是产后就肚子比较松，就可以穿这个。对。比较可以，就是身形会比较好。它比较紧实一点、啊。还有，我跟你们说，有剖腹的妈妈，你是不是有那个贴贴片，对不对？贴片啊，你可以穿这个，你可以穿这个，加压。对，没错，它可以加压你的那个贴片，它的愈合力会更好。嗯，所以这个的话，短裤版的鲨鱼裤你们也可以买起来，也可以买起来。